文章来源：知乎问答。iPhone 十五全系国行售价曝光，你对该系列机型有何期待？对比华为 Mate 六零，你买谁？以下这位知乎网友的回复：at 前行，Made in China 没问题，Made for China 简称国行这种阉割货是什么德性？大伙都知道，在有选择的情况下，谁愿意买阉割货？中国国行 iPhone 酿割功能列表不完全。 在不做任何曲线救国的方式下，正常使用国行的 iPhone 时，总会碰到一些不符合逻辑的阉割内容。在这里，我将列出并解释其中阉割的内容。其中有些是硬件层面的，有些是系统层面的，还有账户层面的限制。一、e、eSIM 是一种没有卡的 SIM，正常 SIM 是一个小卡插入即可使用移动网络、e、，eSIM 是不需要插卡即可使用移动网络。国行版的 iPhone。 直接从硬件上阉割 e s i m 模块，无解。二点五 G 毫米波，这是因为技术原因，中国五 G 基站的毫米波基站覆盖面小，部署少，所以在中国的 iPhone 没有配备五 G 毫米波，这是硬件上的阉割，无法曲线救国。三 c o c a kit 是 i o s 时推出的一个开发框架。 可以集成手机中第三方通讯 App 的所有语音、视频通讯记录至系统自带应用电话中，并可以直接调用支持 CallKit 的第三方通讯软件的打电话功能，更是适配 iOS 原生接电话的界面。CallKit 做到了手机本机和第三方通讯软件的大一统，在一处拨打，多处结合，可以说是非常舒适。在厉害国，这是系统在系统层面上的屏蔽，具体可见。 四 FaceTime Audio 一个类似微信语音通话的功能，对比对标产品运营商的打电话功能，可以说是天差地别。FaceTime Audio 可以直接使用流量进行语音通话，可以理解为没有人脸的 FaceTime。在微信出来后，FaceTime Audio 就被禁止，可以说某讯在背后没干什么好事。在厉害国，这是系统在系统层面上的屏蔽，由 SIM 卡判定。五 FaceTime 群组，这很好理解。 作为 FaceTime 的众多功能之一，也同样被阉割，屏蔽方式同上。六 FaceTime 通话链接这个功能简单描述为 FaceTime 的通话邀请链接，可以使用链接直接在 Windows 端的浏览器或者安卓端的浏览器里和苹果用户直接视频通话。最开始功能出来的时候，我以为是 bug 没能在国内使用，但后来发现是禁止国内使用，判定方式猜测为 SIM 卡系统上的屏蔽。 七 Apple Arcade App Store 的一个游戏服务平台，订阅至首月免费，后续 US 美元四点九九 m o n t h 2二百多款游戏为无氪金制度。原先可通过注册中国以外的区域的苹果账号付费使用，这是在中国区系统在账户层面的封禁。具体请见英文订阅，请见中文。八 Apple News 苹果推出的一个新闻应用，现在可用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这没什么问题, news News的区别, Q. how is Apple New chat different from apple New 8 apple news and apple News ya both feature the world's best journalism from trusted sources curated by human editors and personalized to your interests with apple News ya you unlock access to premium content from hundreds of magazines and leading 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newspapers，cover-to-cover magazine issues，you can read online or off，and audio stories，professionally narrated versions of some of the best stories available in Apple News 加。问 Apple News 加与 Apple News 有什么不同？答 Apple News 和 Apple News 加都是由人类编辑精心策划，并针对您兴趣打造的可靠来源的世界上最好的新闻报道。借助 Apple News 加，您可以解锁来自数百种杂志和当地。 国家和国际主要报纸的优质内容，您可以在线或离线阅读的封面杂志以及音频故事。Apple News 加中一些最佳故事的专业叙述版本。十 Apple News Audio 苹果新闻语音版与上面描述的类似，同为苹果新闻的一部分，由苹果自己限制在大陆使用。十一 Apple TV 加一个苹果的流媒体服务是 Netflix、Disney 加 h u l HBO Max 的竞品。 同样在大陆不支持，原因没给出，猜测是版权问题以及与国内爱奇艺等竞品冲突。这是系统在账户层面的限制，可以注册除大陆以外区域的账号进行一周免费使用及后续每月 US 美元四点九九的付费订阅制以进行观看。十二 Apple Card 一个系统应用，可以整合诸如银行卡、乘车卡、日本西瓜卡、火车票、飞机票、VIP 卡等等。 并且可以作为同等功能，由手机的 NFC 功能刷卡。在大陆现可以使用银联银行卡和部分地区支持的公交卡，不算是完全阉割。十三，Apple Books 这没啥可说的，就是用不了。工信部新规定出台前，切换中国以外账号即可使用。十四，App Store 这是万恶之源，系统在账户层面的阉割。根据工信部要求，未来国行 iPhone 上将锁定，禁用非中国区账户。 不再允许跨区下载未经工信部备案的 App。十五指南针，这是最新的阉割项目，经纬度和海拔不可在 iOS 十五点一后显示。判定方式很暴力，任何国家的任何种类 iPhone 插上任何 SIM 卡，只要手机存在于中国并与国内通讯基站进行连接，都将判定为阉割，并不显示经纬度和海拔数据。十六。 Apple 健康区一健康 App 下载健康记录到 App 二健康 App 与医疗机构分享健康 App 数据三健康 App 器官捐赠四健康 App 检验结果提要与置顶五健康 App 检验结果科普内容六健康 App 血糖提要十七不允许自定义电子邮件域名十八 iCloud 加这个是无法使用苹果提供的官方 VPN 服务。 同样的，使用苹果提供的 VPN 服务可以进行翻墙。貌似，十九，iTunes Store 中国区无法购买音乐。二十，iTunes Store 中国区无法购买电影。二十一，iTunes Store 无法购买电视节目。二十二，地图易锁定，强迫使用高德地图。二无详细的城市体验重要标志性建筑的三 D 建模。三方向指引。四测速摄像头。五无街景，可以查看美国当前地图的街景。 六增强现实 （AR） 模式下的步行导航，七地图细化位置，可以细化区域内的详细道路。八地图俯瞰存疑。二十三 Siri 电影，二十四 Siri 视频，二十五 Siri 检索电影放映时间，二十六聚焦搜索建议，二十七看图查询，二十八 Emoji 包括 T W 七在内的部分 Emoji。E 在中国国行手机型号号码结尾是 CHA 的手机型号和任何使用国区 Apple ID 的手机均无法显示 iPhone 手机型号。详细解释在此。二十九，Walkie Talkie Apple Watch 对讲机可以使用 Apple Watch HomePod HomePod Mini 进行局域网内的对讲。三十，全球紧急呼救电话。三十一，有声读物 Apple Books 的有声读物。